这是什么球？这里有很多不同的球，分为不同的大小和形状。这个球是黑白相间的，它是足球。你可以把足球踢进球门。这个球是橘色的，上面有黑色细条纹。它是篮球。你可以把篮球投进篮筐。这个球是棕色的，形状是椭圆。它是橄榄球。你可以扔橄榄球，也可以踢橄榄球。这个球又小又毛茸茸的，并且是亮黄色。它是网球。你可以用拍子击打网球。这个球小而有弹力，并且是白色的。它是高尔夫球。你可以用球杆挥舞高尔夫球。你最喜欢的球是什么？Little Fox.